进入电子学，同学，小时候没有玩过磁铁，请举个手。没有玩过磁铁，没玩过啊，真的没玩过啊。小时候玩过，我爱拿上来了。痛点啊！那怎么？没有。来借你玩，借你玩，来，拿去拿去，这是磁铁啊。你会发现新大陆的感觉。磁铁，磁铁。啊，你那个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被磁铁。你怎么知道磁铁要这样玩的？啊？啊？你怎么知道磁铁是这样玩的？自己说。你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情？我们来想一下，那以前的人怎么发现磁铁的？磨一磨，磨一磨，金属磨一磨，金属磨一磨，然后嘞，就会产生磁性。所以我说他说用特定用什么的？那他磨一磨之后，你怎么觉得他有磁性？他好拿另一根金属去碰在一起，所以他拿一个金子，金子也是金属。对，他拿一个磁，拿一个磨过的针去跟金子碰在一起，会吸在一起吗？不是，我先说，就是啊，铁姑娘，他拿铁去磨，然后磨一磨，他再拿个箍，就放在旁边，发现有磁性，发现有磁性，还发现有吸引力，发现有吸引力，因为以前还不知道什么叫磁性，最早是说，哎，它会互相吸引。啊、哦，你要知道这个所有的系统发展，它实际上是两块的。像比如说，有人突然发现说，那摩擦，它会有电，会电到，会痛痛的。另外是摩擦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它可以吸引你。啊、哦，那实际上最早可能不见得是用摩擦啊，古时候因为那时候金属也没有提炼得很好，很多时候可能是它在山里面挖到一个可能是铁矿，或者是它炼了一块铁之后放在地上，会发现。这个铁器旁边会吸到一些屑，什么样的屑屑？铁姑娘的屑屑，它会吸到一些屑屑。你发现为什么它有磁性？所以以前不是有那个航海术，航海术之所以被发明，可以航行非常远，它发现了什么？指南针嘛，发现了罗盘嘛。因为罗盘有个特性啊，这个磁石有个特性，它会怎么样？一定会朝向单一。哪一个单一方向？北极或南极。北极或南极没有错哈，来那个试一下，刚给你。对，好，你如果说把这磁铁把它吊在空中，啊，它慢慢的它就会转向同一个方向，啊，北边或南边，而且每个磁铁都是一样。哎，这个是磁铜模的，把它吊起来，也会这样子。这个是龙卷模的，把它吊起来也是这样子，就发现它共通的方向，啊，每个磁铁都共通的方向。所以说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现象，就是这叫做磁性，这个空间中一定有某种空间拉着它往这边走，有另外一边拉着它往这边走，因为我们的习惯上，比如这是一个笔就一样，我马上转过来，就是这只手把它往这边拉，这手往这边拉，它才变成方向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磁铁呢，假设这是一个磁铁，它本来这个方向，它之所以变慢慢转成这边，一定怎么样？一定是有个力在拉它，把它拉成这个样子。好，虽然说这是看不见的、无形的，可是我们也知道，这个磁铁在空中，它慢慢的转向的时候呢，一定是有个无形的力量在把它推过来，把它拉过来。大家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啊。就是，所以说，那就开始定啊。既然它是指向北边或指向南边，我们就说磁铁，它会指向北边的这边叫北极。磁铁会指向南边，叫南极，所以我们定出一个磁铁，它是有方向性的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哦。假设我拿另外一个磁铁，我靠近它，它就会消失。会消失？会啊。会吗？不会吧。这是一个磁铁，这是另外一个磁铁，我靠近它会怎么样？哎呀，坏掉了。吸引。看不见它，会吸引，会推动它嘛？好，那我们就被吸起来了。就被吸起来，是不是？强力吸起来，这强力磁铁它被吸起来。所以你当另外一个磁铁靠近它的时候，通常的现象是，如果它不会被转向的话，它有可能会被推动，对不对？我想说不会被转向的意思是说，假设，借我一下啊，假设，我让你们看不见。等一下。我再把这磁铁放到这个吸管里面去，它就不会转向了。OK， 看得见磁铁吗？
好了，我现在推它，用这个推它。你看这吸住了，对不对？嗯。我把这个磁铁转成方向，我就可以推动它。是啊。你有没有想说，是不是你手歪掉了？我没有了。那我就把它弄低一点啊，弄这么低，对不对？这么低。这样。是的。啊。对。着急了。这太神奇了。太神奇了。掉了。对。起不走啊。好，你看我现在把它放这个方向，好吧，调过来一点点，掰过来吗？那可能不能，我们可能要穿什么？卡住。好，刚开始卡住嘛，看看。啊！卡住了哈，卡住了，它过不去了，有没有？因为这磁铁给它一个排斥力，所以磁铁，那我把它转个方向。好，注意点。那就吸过来，好，可以感觉得到嘛？所以你们自己有空可以操作一下，这小小的实验是非常简单的，你们自己有空可以操作的。好，所以我们说，那我们就发现啊，我们就发现这个 N 到底会吸引是哪个方向？吸引谁？吸引 S。吸引 S 真的吗？谢谢，加一点。就它跟那种电。这不行啊，萧逸，你现在连这么大的东西都一点了。我们只要他敢开口，我们给他加，对不对？对嘛。对吧？第一天的这个开始上课的第一点，对不对？因材施教吗？对啊，因材施教。因材施教真是这个第一啦，每天开始上课的第一点，然后简单一点嘛，这样才会激励大家开始想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 N 跟 S 就会相吸，我们就相吸，跟电芯一样，跟电芯一样相反就会互相相吸，对不对？然后我们就再推测一下啦，那请问一下，这个磁铁它会往指向？北边，所以我们定义它这边是 N， 对不对？那请问，它全部都往 N 往北边指，表示地球的最北边是什么极 ？S 极。是 S， 也就是大地球里面，它实际上是里面是个大磁铁哦，它上面是 S 极，这是 N 极，所以呢，每一个上面的磁铁，这边都是 N 极、S 极，因为这个我们就想象一下哈。想象是什么呢？这空间中有一条线，好，这是铁粉，好，铁粉中间我放个磁铁，好，磁铁放进去之后呢，我把它合起来，然后把它稍微摇一下，好，放开，你看它磁铁中间旁边是不是很多线？啊，感觉到很多线，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线是怎么指的。啊，但我现在放的方式，因为它受地心引力会有点垂下来嘛。如果里面有地心引力，去想象一下，它是不是一个很像是这样子的方向？好，有没有像这样的东西？有像吗？然后呢？没有。外面包起来没有像吗？那你仔细看一下，有没有像？它包起来的。要包起来，包起来。包胸。然后呢，它有些地方，它越外面越强，越外面越弱。越弱。你看，所以弱到什么情况？弱到它吸不住了。所以你可以看到是这边只有头尾，这边可能只有头尾多一点，这边就全部都有了。啊，这边只有头尾，这边呢头尾多一点。啊，中间可能少一点，中间里面全部都有，是不是这样子？那两边，啊，两边的地方就会多一点，上下呢，旁边比较靠近它上下的地方很多很多很多，所以你可以从这个角度你可以看得到，这个感觉嘛，两个磁铁呢，靠得很近的时候吸引力很强，两个磁铁靠得很远的时候基本上没有吸引力，合理吧？合理啊。所以假设说，我们就可以想象。是不是在这个磁铁里面，它有某种我们眼睛看不见的一条线？这条线实际上是力量的一个方向。就像是我们在讲说，重力场，记不记得以前怎么讲重力场？怎么讲重力场？不知道，擦。啊，什么意思？趋势。啊，这个趋势非常好。一点。加一点。所以。呀。加一点。你回答了什么？你怎么叫了我的名字？你回答了什么？回答收益。啊，
场这个趋势。这边有重力场，所以把质量，重力场对质量有用，所以把你的质量放在重力场，它会怎么样？下去。它沿着这个场的方向前进。嗯。所以呢，假设这边有电场，这边在正电，这边在负电。我们重力场是以正电荷为主，啊，这边有正电荷，它往哪边移动？负电荷。它往负电荷移动，对不对？然后它边这边有排斥力嘛，所以它会实际上是这样子跑过来。所以这重力场呢，简单来讲，这重力场是有点这样的一个曲线，它不是直线。啊，那假设这个重力场基本上是这样子的哈。可以接受吗？嗯。所以我每个指点在这边呢，它沿着这条线走。我指点的我的电荷，正电荷在这边的话，它沿着这条线走；在这边的话，沿着这条线走。可以接受吗？可以。OK。所以呢，这是个场。所以我们那磁力磁场是不是有个磁场呢？假设呢，我在这个大磁铁旁边放了一堆磁铁，放了一堆磁铁。我一开始都放这个方向 ，N 朝上。一开始放 N 朝上呢，我用箭头画一下，箭头代表 N 的方向。抠一点。什么？让这种事情。有。批评。好了，最后会怎么发生事情？最后发生什么事情？最后他跑。发现呢，这个 N 呢，它变这样的哦，在这个 N 跟 N 排斥，就是 N 会往下，在这边 N 呢会往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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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慢慢的会靠过来，然后慢慢 N 就往这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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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这边都是太阳这边的，啊，你再说一下，这个 N 的方向，为什么呢？你可以想象一下，磁力线它里面呢，这个 N 呢，这个也是一样啊，从这边出来，从那边进去，因为这是白色的。哦，我懂了，磁力线的方向。没有。对，我们画画。好，这个磁力线呢，它是这样子。懂意思吗？所以我们的磁铁小磁铁在这个磁力线当中，它会被这个线给转过去，它是一个趋势，它会让你的 NS 是形成一个方向的趋势，啊，形成一个移动方向的趋势，它变成这个样子，所以在这边的线呢，它变这样子，啊，这边画太不够方向啊 ，OK， 这样子，它指向 N 极，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？它那个是 N 跟 N 推，对不对？它往对往。没错啊，所以刚刚这个点，我们的 N 是朝向，嗯，因为它跟 N 排斥嘛。嗯嗯。对啊，那这边为什么会九？哪里？这里吗？嗯。这里是往下，这个 N 朝下。不是，我指的是它这边为什么会直的上？这边吗？对啊。因为这线是这样过来的、啊。所以你要想象中，这个大磁铁中间它辐射了一条线出来。所有的磁铁放在当中都会被它转成它的方向，转成这条 N 的方向，这样可以接受吗？所以我们来做个小实验啊，我先把这个放进去，感觉长得很好，特别好。哦，你也做了。对呀、啊。所以磁力线都是从 N 出发，然后 S 结束的。我们对，现在都是这样定义的。我在中间放个小磁铁哈，你可以看到中间是没有线的吗？中间这两个磁铁中间没有线的吗？看得见吗？看得见吗？看不见。所以呢？中间是没有线的，看得见吗？可以看到。没有。看得见吗？中间是没有线。两个磁铁中间是没有线的，看得见吗？因为相似，刚刚同学你没看见。哦，是啊。我现在放的方向是这样啊，看一下。这边是 N， 这边是 S， 这边是 N， 这边是 S。所以呢，简单来讲，磁力线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
好，当一个磁场的时候，它是这样。哎，同学。Wake up, wake up. 我没怎样，我一直在看你啊。我看你眼睛都闭起来了。闭啊，我张超大的。另外一个磁铁呢，就会发生一个事情哦，它跟它不会相交，它跟它推开，它把它推开，变成什么样？这条线被迫没有办法这个样子。它会变形，没有错哈，它会变形，它会变成这样子。它被压扁了，这边也是一样。地形贴，搞完了。好，这边被压扁，而且两边中间不会接在一起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线就中间是空的。我的铁粉呢？我铁粉是沿着这线铺起来的，中间就会隔开，它就没有东西接起来。那反过来说呢？假设。我把它贴在一起了，变成 NS 在一起了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 NS 接在一起了，它们中间有吸引力，会怎么样？连在一起。会连在一起，磁力线会连在一起哦，磁力线就连通了。怎么连通呢？它们就变在一起了。对，我们说 N 到 S， 都从那边连进去了，这边也变成怎么样？你们就从 N 出来到 S， 看懂了？它变成中间连中了。可是呢，我们刚反过来看看，看是不是同样现象发生，会变得不一样。你在干嘛？我刚刚在往柱子，然后自己飞上来那个铁轨，然后看起来很大，我找对方。这样子是相似的，所以要把它反过来才会相吸哈。反过来变成吸法，对不对？它会互相连在一起，然后中间都会有吸力吗？中间没有吸力，那就把它贴满。填好填。有没有填满？我看看。中间是填满的。有吗？中间是填满的。哎，你这样看不见，这样子。是填满的，是填满的。可以。收益，中间是线铁板，不像刚刚那个间隔。收益，看到没有？填满了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填满了？好，因为我磁铁两个磁铁不一样大小，所以它一个比较小一点，一个比较大一点。那你可以看到它中间的线就像这样，中间线被填满了。可以。然后磁力线是贯穿过去的，啊，所以你现在可以想象，基本上我们的磁力线都是从 N 到 S， 不管你是。不同的磁铁，不同的磁铁，这个磁力线贯穿从这个 N 出来之后，会进到 S。假设这边没有另外磁铁，那怎么办？它就回到自己的 S。假设这边还有个磁铁呢，它就进到最近的 S， 没有进到最近的 S 去啊。你想到什么？对啊。你想到什么奇怪的事情？赶快讲出来，让我扣点。好啊。我在想。就他前面有 S 的话，他就跑去找 S， 可是他如果没有 S， 他就自动自己消。啊，确定破题？怎么啦？啊，所以说磁力线是这样的，它会从 N 极出来到 S 极进去。那我们怎么检验磁力线的方向？很简单，就在旁边放个小磁铁，这小磁铁开始偏转，它偏转到停止之后，我们就知道哦，这边有一条磁力线经过它，它是 N 跟 S， 就知道了。OK， 所以磁力线的方向从 N 极出来到 S， 啊，就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有没有问题？有问题？没有问题，太好了。先预告一下嘛，第九周有个小小的期中考。在第几周？第五周，还有四周。期中考。对对对，小小的期中考，小小的也小小的。就考我们这里这学期上的范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知道一个磁场在哪里，我们就简单拿一个小磁铁测一下就知道磁场哈。好了，所以呢，所以假设我再给你一个磁铁。假设啦，我刚刚假设，我说假设给你个磁铁，他们听得懂假设。假设好不假设？好了。Assume this is a magnet. How do you find out?
its direction。你怎么发现它的方向？挂在上面。然后呢？然后看它朝向北极还是南极。OK， 非常好。掉到水面了。掉水面，然后呢？我就看它朝向北极。啊，不是哦，掉水面有什么方法？以前的罗盘放水面，然后呢，怎么样？啊，我就小学的时候把它粘在纸盘子上。然后。蛋糕纸盘子，然后你要丢到水盆里面。对对对。然后慢慢就很像，就听懂那意思吧。我现在弄个脸盆，我上面放个小纸片，或者是小的那个纸蛋糕用的纸盘，我把磁铁放进去，大概转向。那就想办法是用磁铁跟回纹针嘞，有没有同居？没有错，磁铁跟回纹针，这是一部电影里面的情节。真的？有一部叫做那个有一部影集叫做《达文西》，《达文西的秘密》。达文西密码，不是达文西的密码，达文西的密码。他我讲的是影集哦，不是那个电影。达文西的秘密，他讲的是达文西年轻的时候的故事。所以故事的男主角就是达文西。啊，那达文西呢？他也是被坏人追嘛，他逃离，他怎么逃离？他就没有办法方向，因为在森林里面方向没办法辨识，他就找个树叶，就拿一根他那个女朋友的头上有一根针，就拿针打。达文西不是 gay 哦。靠你！严少忠，你不是 gay 啊？你认识他吗？我记得他是 gay 啊。你认识他吗？我跟他不熟。木时代同学们不熟识，木时代。再讲一遍。木时代啊。对。木时代。是。处死。是吧？同性恋，木时代。同性恋会被处死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你把我给问倒了。这又不是社会的。你知道吗？在。好了，同学，历史有人说了，历史是什么？历史是。写上真名的小说，小说是什么？小说是写上假名的真实故事。哇！你知道意思吗？然后历史你这样读到是正史啊，它都是被改写过的内容，因为他不想去让那个人的不好的名声往下流传，所以他改写过。可是，在民间流传的可能很多都真实，可是你不能讲说是哦，这是马英九，这是陈水扁爸，你就讲说这是马小九，这是。陈阿扁或什么，又用个代名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说历史不见得是真的，你看到人家有可能，因为毕竟你是活在那个年代，就算活在那个年代，你现在跟冠宇同个年代，你知道冠宇是不是 gay？ 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冠宇就是 gay 啊。你怎么知道他隐藏嘛？对不对？说明他不是啊。隐藏了 gay。我在讲，对不对？他真的不是，他真的不是，好不好？他是。真的好还有工具人。全当工具人一下，那他一直都是工具人呢，一直都是啊。我们的工具箱是彩虹的，没错啦。啊，麦克风，麦克风。这一集不能上传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多元世界。啊，我们要尊重差异嘛。好，尊重工具。好，那请问，我们现在知道磁铁有这么多的好处，那这个磁铁怎么被做出来的？磨一磨就出现，磨一磨就出现，你可以磨一磨变成一个强力磁铁吗？不能。通电怎么做？通电，我看通电怎么做？磨一把砖，通电。然后，好的，先拿好。然后先用通电，然后对着铁路面的中央针。好。多久要通电？久要多久？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哈。基本来讲是这样的，就是我因为它电流的强度，可是它电流的强度最主要。电压的强度吧。哇。对，通电完之后，它就变成磁铁了。你这现在好像，对，这个说法是有些合理，但是因为这线上速度，其实现在的目前现在比较没有那么强烈的磁铁来讲怎么做，它会先把磁铁把这金属先加热到一定的程度，让它进入一个比较是半熔融。没有到半熔融，就是它在做结晶变化，结晶会转换的时候。是什么时候？结晶会转换就是。它的晶体结构开始，因为它能量比较高了嘛，所以它，比如它里面有些元素，它会稍微，我本来是跟它间接的，我转过来跟它间接，但是我没有融化，融化是指它的自由移动，它只间接转变的，那叫转晶啊，有东西叫晶体的变化。什么鬼？结晶，结晶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结晶不知道，冰，水从很冷冷到变冰的那一刹那就叫结晶。这样知道吗？变冷就是结晶。对，不是，不见得变冷就是结晶了。有可能，比如说把盐巴放到水面融化，对不对？水开始被蒸发，蒸发到它水必那个盐巴必须跑出来的时候，它也会成为结晶。液体变。
从水溶液变，然后变成过饱和，然后过饱和的溶脂要跑出来的那一刹那，它就开始结晶，对，马上就变结晶，这样知道意思吗？好，但是晶体本身呢，这是一个晶体本身，当你加到某一定的程度，当它能量够的时候，它的晶体会做转换，简单来讲，我们想象，就是想象啊。这个基础里面呢，事实上，在它没有被完整排列之后呢，之前呢，它里面其实很多小小的磁铁。真的？为什么？不然的话，它不会是一块晶体。你指的是那个金属还那个铁工艺还没有被磁吸，对，还没被融化的时候。然后呢，你可以想象嘛，因为这个方向是任意方向，所以它的磁性就彼此就综合掉了，所以本身表现不出磁场。是啊。可是当它磨动摩擦的时候呢，是让它给它一点能量，它会慢慢的转，对，给它一个趋势，它慢慢会转向，慢慢转向，转的比较靠近一点。啊、哦，那个可能比较转的比较靠近一点，比较靠近同一个方向。它转的比较靠近同一个方向，就开始发现说，哦，原来这边有北极，这边有南极，就有一点点效果，可是效果没那么明显。可是你怎么让它效果变得很好？加更多的能量。对，我给它直接加热到那个晶体转换的时候呢，我给它通一个大的 S， 我给它通一个大的 N， 然后它就。啊，这个磁场，我们一个大，对，这个磁场我们后面讲，因为这是感应磁场，这没有用做的，这是感应的，用电流去感应的。在这个大的 N 跟 S 形成的时候呢，它瞬间蹭，每个都转过去了，蹭，每个都转好了。哇，好冷哦！转过去的时候呢，把这个铁直接拿去蹭，冷却，直接冷却，那收益，哎。它不是应该这样子走的？没有，大的 S 在这边啊，所有的都要朝向 S。好，那 S 你过去啊。哪边这样子？他说那个啦，第一线。它在里面是平的。它应该是这样。在外面才是平的。这个相当于是这样的，我们刚刚讲的两块磁铁，然后这边是 N， 这边是 S， 这边是 S， 这边是 N。对。磁力线怎么走？直线走。这边是直线走。嗯。为什么？哎呦，它最近啊，它离这个 S 最近啊，它要画弧形，是因为要自攻自受啊。对啊，没有吧？有啦。哦，我刚刚不是真的画了两个磁铁，我刚刚没有懂。哦，那你刚刚有问？因为我刚刚才想到。好，那现在我再跟你讲一遍。不要。哎呀，冠宇没有说他喝一百八。不管，不应该是。好，看嘛。好，我看。假设它在这个点的时候，它跟它的力是这个方向，所以它会往这边走。可是它走到这边的时候，它会被它吸引，所以它应该这样走啊。你摁怎么吸摁的？哦，你摁怎么吸摁？那没有问题啊，它这边呢？这边呢？这边呢？它只有最中间的那个点才会。那我如果这个磁力很大呢？嗯，磁力会不会很大呢？都会这样走啊，都会怎么走？你告诉我啊，那怎么走？你说它这一整个是很大的，是不是呢？好 ，OK。你好烦。中间哦，其实你刚刚讲的没有错哈、哦，事实上这绝对不会完全平行，它会有点歪，会有点歪，越来越歪，只是一个概念而已嘛。啊、哦，对，没有错。它其实弯到这边呢，它不需要这样弯，因为它真正要走，它实际上是最近的，因为我们讲物理系很多东西都走最近的距离嘛。它最近距离从这边 N 到这个 S 就有最近的距离，它真的不需要弯出来，它只有在这个范围以外才会有点弯，才有点弯。在这个范围以内都是直线，都是直线，因为这是最近的距离，嗯，都最近的距离。啊，到这个范围以外，它开始歪了，可是它不需要弯，为什么？因为它从这边 N 直接从我刚刚画过边了。没有错，所以这个因为这个要歪过来的时候，我这边有一条线过来的，这个根本就不需要，没有这条线，它全部从那边出来，啊，所以我要有一个大磁场，大的我讲大磁场就是磁铁很大，这磁场很大，中间你可以确保它就是直线，好像就是直线，所以这直线的磁场呢，会把里面的东西会瞬间噔全部转好，转好之后再把它瞬间冷却，冷却完之后再把磁场拿开。
这是你强力磁铁。哦，清楚吗？反正强力磁铁被做出来。那强力磁铁呢？做出来之后呢？大部分磁铁这样的哈，你磁铁，我再把蚂蚁加热。啊，又加热。我如果再把蚂蚁加热，它磁性就不见了。啊，是这样子啊。对。我们可以做个小小实验。好啊。没有人磁铁的。在里面。啊，在里面，好，大家。真的，牺牲一块磁铁，可以帮忙走进灯吗？灯。微波炉。微波炉会爆。来，再拿个镊子哈，拿个镊子。好好。微波炉。啊，这铁丢到微波炉里去。好冷，怎么样？什么？我走进灯。镊子在烘碗机吧。先确认一下这是磁铁哈，没问题，这个会被吸起来。我拿一个出来了。我们等下把这个给我们讲。是的，磁铁。导航发生什么事情？哎，话说小雨啊。呀。好像你像刚刚你画的那个磁铁的图，它两个方向是不一样，就是上线跟外面的方向不一样。哪里？什么？那个。有多少？哪个图？就是最上面的图。这个图不下面的，这个图，然后它的方向其实不一样嘛，对，所以就会相似啊，所以这边的这个磁力线上出不来，因为它被它打回去，因为外面有个磁力线，磁力线跟磁力线不会交，不会相交嘛，刚刚讲过，像这里，如果是两边这边分的话，它就会避开，那磁力线不会相交。那它中间的磁力线就完全中间就放不进东西，那会不会排斥它？放不进东西，你可以放铁进去啊。它都在排斥，你如果放磁性的东西会被排斥，会被相吸，不一定。但如果说你放的是塑胶，没有影响。我现在放个塑胶机都没影响。我那我放来啊。啊，如果放个磁，我现在如果要放个磁铁，好了，然后放个磁铁进去，我放个磁铁，如果是这是 S， 这是 N， 会发生什么事情？会吸起来。这个 N 跟它是，它会被吸进去，因为它吸得更紧嘛。可如果反过来呢？这边是 N， 这边是 S， 会发生什么事情？它会旋转，要么被旋转，要么它就放不进去，它就有磁力了，它就卡住了。放不进去哦。对，它就放不进去。它会在这边的时候，它被吸过来，在这个瞬间会被吸，在它到这边还可以进去哦。到进去的时候，它就变紧住，因为你的磁力线跟它是排斥的。在这边磁力线是通的嘛？看得出来吗？我这边是 S 的时候，这边是 N 的时候，磁力线是可以通的啦。可是我在往里面挤的时候，我到这边就挤进去了。它被卡住。那我们我们可以做小小实验啊，来，小弟，来，我问你，假如我两颗强力磁铁，它在相吸，我会不会把我的什么东西硬塞进去？那硬塞都一定可以塞进去。它放得进去吗？就是相似的时候，它真的会有力量可以改变没有磁性的。再讲清楚。就是假设他们两个在相似，我放一个跟磁力无关的东西，像是紫红二笔。嗯，那这样的话，之后有什么鼻子？没有啊。只能鼻子开吗？没有啊。这鼻子比较甜。来，你先拿着。这是一个小磁铁。用力。啊。我先把我的磁铁分开。我现在的磁力线是顺的哈，我们看一下，那个你放进去的感觉是什么？被吸进来，你手放开，瞬间放开，它是在一起，所以刚刚放在同个方向，对不对？两边放不同方向，是铁实在太小。你现在放在什么方向？反过来。我差点。这压不进来，对不对？就卡住了。OK， 啊，所以你会被这个中间的磁力线卡住。那我要把我支架放进去。支架没有影响，支架没有磁场。那他们两个在相抗的时候，如果有一个发生了差距，会不会被冲走？他没有这种神奇的力量，不好意思。裂变。哈哈哈哈哈。就是粉里脓包。哈哈哈哈哈。说就掉的脓包，干燥的脓包。哈哈。好了，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磁铁哈。这个是。这是哪个钥匙啊？我看要找个地方可以吸的。我要确定它没有，我确定它可以吸的吗？它吸住了。可以。啊，所以我先把它拿去加热。我的钥匙少了。哇，你
你不拿个有酒精的、哦，你就拿个没有酒精的帮帮忙 ，OK？ 那个是最多的。啊、真的、啊。其他要把你修一哦，我有东西加，智商的明显没有到180。原来这连着连着都可以吸啊！用火柴根本快、啊。我你要不要拿根上面一点？那不是不要？我拿根上面一点。你看，他刚可以吸住我的镊子，现在吸不住有没有？哦，捏的。因为它磁性被破坏了。啊。加热之后它磁性被破坏。破坏。为什么被破坏？因为它得到能量。得到能量之后，它晶体就开始自由运动，那它就破坏掉。要加上它，再加上它转变晶体转变那个温度。哦，对，如果同时你旁边还放了另外一只的话，它就不会，它就不会重了，它就可以再回，它有，它被强迫，被强迫。等等，他们说话其实我们可以，它这边还被吸，为什么被吸？因为它是铁啊。对，它是铁哈，它是铁。吸开那个钥匙圈，所以这磁力性不会重叠，磁力不重叠，它这一次就，但是对啊，它就被导正了嘛，它被导正一点点，明白吗？被浪费掉。好，再放久一点，说不定它就回来了。是啊，等一下，那如果它都不接触磁铁的话，它就不容易回来。对啊，你看有了哈，慢慢越来越强了哈。而且它应该要在短时间接触。因为我这温度还没降很低嘛，所以它还肯定还有一部分被转换。所以它就被一个大强力的磁场接触的时候，它就会转换成有磁性。那所以，假如那个磁场不够强，它的磁性就相对就减少。没错，没错。所以现在你看，在我小时候根本没有强力磁铁啊。我小时候磁铁是那种黑色的那种比较没有力气的磁铁，像这边也有磁铁。黑色没有力气。没有力气。像这也是磁铁啊。无力磁铁。这是。这磁铁、啊。哦，真有力。对啊。那为什么它会因为外面的比较强大，所以它会有这个力量？因为现在的技术，第一个是加热技术，控制晶体结晶的技术，还有那个你产生大磁场的技术都变得比较好，所以就可以做出比较好的。而且这个结晶，这个合金啊，这是上这个钴跟镍的合金，所以它给这个合金，他们也是经过分析，他发现它可以锁住最大的。磁性 的方向。那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假如我拿你以前的那种烂烂的磁铁，烧一烧，它旁边都放强力磁铁，让它不太会变。它没办法变得很强，它本身的性质改变了。但是现在这种合金、这种金属，它可以让它磁性变得很强。所以这时候我给它大磁场，给它控制温度，我就可以让它达到很强的磁性。OK。那我把铁烧一烧，然后旁边放着同样也有磁场。你有磁场吗？如果旁边也放磁场。可以了，要磁场哈，好，所以呢，我们怎么做电磁铁的就知道了吧？好，接下来呢？好，科学家后来发现一件事情，我们刚刚讲磁场嘛，他发现说，假设这是个导线，这导线呢，我从旁边放个。指南针、指北针，通电的瞬间呢，这指北针会被移动哦。假设，简单来讲，假设，假设我的导线放这样子，啊，我的指北针呢本来是这样子，指向这边，这边是北极，我指向这边，我的电线放这边。我瞬间通电的时候呢，它会经常会转成这个方向，表示我通电的时候产生了什么事情？产生磁场。电磁铁。产生磁场。对啊，那都是红色箭头。红箭头代表北极嘛。箭头代表北极。本来呢，它指向北极在这边呢。当我把这导线放在这里，然后通电在上了，它产生一个磁场。是磁场在哪里？在电线上面。电线上面，电线外面，还是电线上面？电线外面吧，因为这是外面嘛，它这边受影响，对不对？那后来呢？它把这同样导线呢，它移到线的这边，它通电，噌，然后磁场往哪边？你有发现这个磁场是往这边的？
这个指针偏向哪边？偏向这边哪边？偏向下面。表示这一条导线上的磁场是什么方向呢？简单讲，它这个方向。这样子，所以当我把一个指北针本来在这里，它指向这个方向的，哦，这个尖头代表北极啊，指向这个方向。当我这边通电的时候，它会针转成这样子。嗯，它不是往反方向转吗？反方向转，反方向。不是，这边是北极嘛？哎，然后它是往上转啊，就变成这样子。对啊，我不讲所有的指北针。在磁力线的方向的时候，它会沿着磁力线的方向走。磁力线的方向从 N 到 S， 哦，对不对？所以假设这是 N， 这是 S 的话，是不是从 N 到 S？ 最终，好，我们再讲一下哈，这是 N， 这是 S， 所以磁力线怎么走？磁力线从磁铁的 N 进出来到 S 起进去，对不对？有问题？没有。好，然后这时候呢，我如果放个指北针，这个指北针，我这边指向 N， 我到这边的时候，它怎么指？向上，向上或向下？向上或向下，向上到这边，它指成这样子。为什么？它顺到这条线里面去，它顺到这条线，因为这比较小的磁铁，它顺到这线里面去。你们一直比较短的大的磁铁，我先。啊，我拿一个小一点的。这是火柴，火柴有口，是黑色的，黑色代表 N 级。我如果 N 级靠近它的话，我的 N 级会怎么样？是不是它会变这样的？会反过来，对。为什么反过来？因为它会排斥。排斥嘛，排斥简单来讲，是不是我如果在靠近来看到，是不是它顺着这条线走？你有看到顺着这条，这线的箭头是这样的。嗯。它怎么就不是顺着上面那条线？也可以啊，我如果往这边移的话，它就变这样的。我在这边在这一点上，跟上面这条线或下面这条线是不是没有差，都是方向。我如果开始往上走，我这条这个针就会变成这个样子。到南极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合理？你看，它的磁铁南极是不是吸着我指针的北极？合不合理？所以简单来讲，我怎么去验证磁力线的方向？我就是拿一个指北针，放到这个磁场里面去。我如果放这边，这指北针应该转到这个方向，是不是啊？合不合理？所以它转的这个方向，就知道说，哦，原来这个磁场 N 在这边 ，S 极在这边，它是这样走的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以接受吗？好，所以你随时可以拿个指北针检视它的磁场方向就可以了。所以呢，我刚讲这边有个导线，假设呢，我的指北针本来是指向这边，看得见吗？啊，我通电之后呢，它指成这边，这代表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代表这线的旁边有个磁场？好，那我怎么去验证磁场方向？我是把它转过来，我通电了，就这指北针变成转成这个样子。嗯，这就是我这样。你上来画画看。你这边那个往哪里？我现在这样子，来，然后这边的时候是这样子。我说原本你是点，原通电之前是这样的。那我通了电之后呢，它转向这边。所以这根导线产生的磁场是怎么样？哎，对，应该是。OK， 好，这一点，同学同不同意？所以，同不同意照这画的？那镜头是属于逆时针，反吗？为什么反？因为它是绕钟。不是因为说 N 吗？你说那个，你不能同中立吧？那个紫外针它直接是 N 吗？对啊，黑色是 N 啊。可是说，只要是通常我们说直接那种 N 跑出来嘛，只有我们说磁力线那种 N 级跑出来。对。然后就乱讲，然后这样，然后说，就是说那个他那条线去，他那条线就跑出那个就是 N 跑出来的磁力，但是那个他那条磁力，就是那个磁
被真的那个的的磁铁也是从 N 跑出磁铁，可是他们是不会，他们是不会，好像是，好像不怕我搬了哈。换你搬。